整体在调降至二级哈，当然哈，基本上还是全程要戴口罩啊，保持安全距离，室内制，人流管制哈，在等于是在室内的空间要每人2.2平方公尺，室外是人需关闭的场所，最主要还是休闲娱乐的场所，还是维持关闭。所以是东京五丁店会俱乐部、酒家、酒吧、酒店、酒廊、录影节目带播放场所、TV、KTV、美容院。在想戴口罩，没人的时候应该可以拿下来吧？我觉得现在要开始进入斗上了，是目前为止开始比较难的路线。那其实就是会比较累啦，就是一直爬楼梯，刚刚都是有一些缓坡，然后再往上，现在就是开始都会一直往上了。OK，Go Go。Thank you.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坡了，这个坡再上去就到五层山。对，就是一个大平台。到了。Yes。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一开始刚认识的时候爬的第一座山。一开始练习的山。对。对，然后就从 这座山开始一直爬，爬到百岳这样。对，光是这座山我们就爬了至少十次，十几次吧。应该有接近十次。我觉得应该超过。对，十几次。对，因为之前有个大哥带我们一起爬。对，然后那时候他第一次爬的时候还吐。早餐吃太接近了，然后一个太馋就吐了。嗯，那时候我们还没在一起。然后你是不是觉得那时候自己很丢脸？蛮好笑的。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就是怎么会那么严重？就是爬山会爬到吐，而且是刚开始，然后早餐吃那么多，就是亲眼看到他就是那个呕吐物直接从嘴巴吐出来，然后是一团这样一坨。就刚开始爬前才吃早餐，然后就后来就爬一爬，然后在一起了。你要分享这个故事吗？还是你会很害羞？不用了，这不用。就大概是这样。对啊，今天刚好是七夕啊，你不觉得我们很应景吗？就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第一次爬山的感觉。对，这是我们解封后的第一座山。嗯，然后就是也是我们第一次认识，然后一开始一起爬的一座山。我自己是觉得，我是蛮有感触的啊，但是你好像还好，因为我刚在爬过程中问他说，你在隔了这么久再回来爬，然后又是我们一开始认识的第一座山，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说我不知道有什么感觉，还是有啦，想到一些事情啊。对啊，那时候我们假日哦，就是一起常常礼拜六或礼拜日的早上，然后都很早起床，然后会一起来爬山。嗯，对，然后反正就是有时候就约大概三四个人，不一定会只有我们两个人，就约三四个人。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爬山的感觉蛮好的，早起爬山，嗯，对吧？就是你也不会说就假日都是废到就是睡到中午，然后才起床开始你新的一天。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你早起爬山，然后我们大概中午之后就会下山了，嗯，下山之后就可以再去吃个东西，然后再回家，然后其实你的一整天才开始，可能几分之几而已，然后就觉得很充实。对，嗯，我觉得解封后我没有很想要，就是直接冲百岳，再去爬一些大山，就是我最想回到的就是这里，轻松爬。就是我想要先回到一开始那种很单纯，就是喜欢爬山的感觉，因为有时候边爬山边拍影片会，我不知道我到底想做的是哪一件事情，就是会想很多，然后在爬山过程中你也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很完全就是用很平静的心去感受那个当下，就是脑袋会一直动，就是会一直动脑，要等一下要拍什么内容，然后等一下要补什么画面，现在要讲什么话，然后就会整个爬山就是很忙很忙很忙这样子。拍了一阵子会有点小小的疲乏，所以我现在就想要回到一开始让我们接触爬山的地方，嗯，然后再慢慢去找回那个很喜欢拍影片的感觉，嗯，对，再慢慢回归，对啊，有点迷失啊，迷失自己，所以可能下一座百岳还有一阵子，嗯，你有什么话要讲吗？没有。那你跟我爬山到现在有什么感觉？就你可以直接说实话，没关系。就是陪你爬，然后练身体这样。嗯，那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就是我一直走走停停。一定会啊。当然还是会啊。嗯。啊。那这时候怎么办？我就等你啊。那你会不会下次觉得说，就是只要我有拍片，你就不想来？不会啊，还是不会了，不会了。好了，那我们先感受一下现在，休息一下，待会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四伟。Hello， 我是米雪。嗨，大家好，我是米雪。我是四伟。嗨，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四五。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四五。嗨，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四五。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 Jazz。 我是明宗。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的知名的终极山，叫什么山？冤嘴山。嗨，大家好，我是 Michelle。嗨，我是金刚。我是 BB。 我今天那个旁边的伙伴不太一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有新的工具人。四五，你在哪里？现在已经是晚上4点。啊，你讲错。我们现在很快的就走到这边的观景平台了，应该是10分钟吧，10分钟就到了。谁喜欢平路喽？遇到明雪想认识他了。哎，再几个吧。耶、yeah! ！好开心！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水到了。我们终于出来了！终于，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要回营区了。高岛纵走，攻顶成功！哈喽，你也是 YouTuber 吗？有在拍自己的 vlog 这样。对。我也是自己的 vlog。有，我有看你的影片。等一下，我们是说好的，是不是？我今天才刚提到你而已。我们每次上宜兰就会遇到，是吗？等一下来测试 Insta 360 Michelle 耶。这是不是秋天圣女？对啊，你们怎么会来偷偷追踪我？什么什么歹的？来来来，什么生的？对。台湾女生，台湾女生讲、出来的，对，可以哦，还不赶快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对，小铃铛一定要开启哦，没有开启揍你，可恶！一定要慢慢看，好，谢谢，订阅成功，感谢。你可能会在我影片中出现，糟糕，可是我真的忘记我什么时候加你的，没关系，刚不小心手滑，没有。认真要追踪，对不对？然后帮检查一下有没有 YouTube 也订阅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丸子的丸，对，另一个。好紧张。哎呦喂！好，那顶帽子我就送你了。没有啦。今天刚好是情人节。然后呢？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情人节快乐。等一下，这句你要对着米秀唱。对，你要对着米秀唱。哦，尴尬。不会。希望月光带你回来我身边。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在下方。对，就是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一支影片，我们的介绍的话，就自己来这边走走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好，拜拜。拜拜。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